今天要来上开机，要来这边，上课的时候，刚刚我们那个已经准备出门了。那楼下按电铃，就说他的小孩遗失了。那这个当然是很紧急的事情。我就赶快冲下去，冲下去的时候，那个我他说他看监视器，我说监视器要到派出所去，我说派出所在哪边？他说他不知道地方，要我带他去，要我带他去。我已经跟他走了几步，后来我想这样不对。不对的话，我又翻过头，我跟他讲怎么走，怎么走，我方向先给他弄清楚，因为他比较年轻，他可以，他走路比我快。我说你这样去这样走，他说好啊，我就回来，因为我还没有带东西嘛，回来我就赶快打电话通知派出所，说我们有人有小孩走失，有李明要到这，你那个监视器要给他看，要请他帮忙。那我就请我太太到那个走失那个地方去看一下。看一下啊，我自己就整个里面看怎么发动那些，结果大概3分钟左右，就已经有回报，就说他们在已经发现那个小朋友了，然后赶快就打电话给那个派出所说，已经回来，已经找到了，请那个去看那个监视器的人回来，所以大概很快就把它处理完毕，也就是因为这样要不然今天的话，你看大概就是那么快就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奖金不要中断啊，整个那个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的话。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那个华严经我已经把经文已经都输进去了。那在上个礼拜讲完经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那个虚云大智禅语。虚云大智禅语在上个礼拜，因为我准备这部经要到大陆的时候，有些用语要改一下。我把那个经文从头到尾已经弄好了，又送去印了，这是大概我们书里面第37刷。今天的经文比较简单，当然觉得比较简单，问题是你自己看的话。那大概他讲什么你也不知道讲什么，你读大概也就读过了。那他有用意的，今天的话就是建立跟毁谤，然后一个是用唯心，他就讲我们今天要上2节，来看，现在看经文，经文很短，经文很短，如果弄会的话，那个经文一下子就可以消完。好，请看228、228注释有两个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大概是只有楞伽经上用的，别他经并不是这样用啊，所以你会有一点困难。第一个见立相，看到哦，这个我就不写，见立就指有见跟常见，就讲见立，就是在非实有，就不是实有的那个中，不是实有的，但是你说有，所以叫这个在这在楞伽经里面称见立相。或称增益相，增益就增加的那个东西，是一切邪见恶见的根本，这个是要注意的第二个跟也跟那下那另外一个是毁谤相，毁谤的话跟我们通常写那毁谤是一样的，这个地方指无见、空见或者是断见，在非实没有的实无中，你实无中，那你说无故云毁谤相。或称减损相，跟那个增益相，这个是减损相，是相对的，也是一切邪恶，邪见恶见的根本。这两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两个是在这个地方会用到。其他积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别的地方都会用到。过来一个是垂法见、垂法现、垂法现的是你目醒，目醒的是眼睛有那个白内障的是有渣点、渣屌的那个目醒有。醒就是病嘛你会看到有毛轮，都是有患者会，你会看到有东西就对了。毛轮虽然是眼病的人才看到，所见，但眼疾者的话确实是见到了，所以欲非无就有生病的人是看得到，没有生病的人，没有眼病的人是看不到的。好，那现在的话就看经文喽经文，经文的话，第一段很简单，第一段经文的非常简单，就黑字的地方。第二段的我们就不用看那个黑字，我们就直接看白字的这个时候大卫菩萨摩诃萨又领白佛说，世尊啊，见立跟毁谤这两个名词见立相跟毁谤相，请你为我们解说。那现在今天就请佛呢来解说什么叫见立相，什么叫毁谤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远离见立毁谤这两边的恶见，很快的可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翻成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样的话，证得的时候，觉语就是我又更进一步啦，又得到正觉之后，得到的发菩提心，那又有正果之后的话，觉悟正果之后的话，
就能够离开常见的那个建立相跟断见的毁谤相，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因为这是恶法，那我也可以不谤那个就不毁谤正法。所以第一段是一个启示开示的请文，那没有就比较简单。那第二段的话，世尊的话先用句子来回答，用句子来回答。你看哦，世尊也是看看白纸就可以哈、哦。世尊接着接受大卫菩萨的请求后，然后他用句子来，这不是先用长行文，他用句子来回答他。那句子我们先看上面的句子哦，句子只有一句半，就一句半的句子。他说什么呢？建立即毁谤，无有比心量。身受用建立即心不能知，愚痴无智慧建立即毁谤。换句话讲，在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就在那个实相离体当中，也就是在我们的心中，严格讲，如果清净的心中是没有断常的。应该第二句到了第一句，你看位义的话，看在哪个地方？位义，请你看226页第一行字。他的就比较简单，你看哦，他你看心中无断肠，有没有？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是清净的心，如来藏心的话，是没有断肠的。啊，你那个建立跟毁谤就是一个断一个长一个断啊、哦，一个长短一个，所以他是没有那个，所以这两个句子就在位义的话，只有一句就可以讲哦，就心中没有断肠哦。换句话，这两个如果一起讲的，就是在真如离体当中的心量的话，是没有建立，也没有回报，就是没有断见，也没有常见，也没有常见。那这两句就过了。身受，什么叫身受？有没有身的话就根身，受的话就器界，或者是资财，这样那用的话就资财，这样的那个你根身器界跟受用的资财的建立的话，这个都是我们如来藏心所引现的东西。所引现的东西，你如果一旦离开心的话，你是不能知的，是没有这样。所以就是不能够用事来事，不能用智来知。好、哦，那下面一段他就，愚痴无智慧就是凡夫俗子的话，或者是没有智慧的那个，包括二圣的外道二圣人的话，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就会妄起建立跟毁谤。那如果正知正见的人是没有建立跟毁谤的。所谓建立毁谤的话，是就是一个邪见恶见。啊，包括在二圣人以下，二圣或者外道，哦，或者凡夫俗子才有建立跟毁谤。因为尤其是凡夫的话，最怕没有，所以破无是很难的。啊，那二圣人的话是偏到一边，啊，二圣人的话是偏空啊，这样这都在一边。哦，所以他告诉你，只有凡夫无智慧，妄起建立及毁谤。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开始，下面的话就正式回答了。就正式回答。那这个地方黑字的地方我们读一遍，我把它读一遍。尔时这个时候，世尊于此一记忆，就讲那个句子，就在心中，原来是清净的心中，原来是没有建立跟毁谤的啊。如果你那，但是我们所根生器界的话，根生器界跟所用的资财这些慢慢建立起来的话，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心中所引现出来的东西啊。那，但是我们不能用事或用智来知道。就愚痴凡夫的人，愚痴二圣人以下，好、哦、啊，包括外道，包括愚痴凡夫的话，他才有，他是因为智慧不够，所以的话，他就是要靠有跟无来，他才能够掌握啊。他也没有有的话，他大概就比较不容易建立这样啊。句子就大概讲这样啊。下面的话就开始正式进入了哈、啊。黑子这个时候，尔时世尊于此记忆，就把上面记忆讲过了，要复从显示，又把要开始就要开显出来，告大会言：有四种非有建立，从非有建有四种啊，云何为是？第一个，为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四名四种建立，建立有四种。好了，又毁谤者，位于彼首立无所得，这个无所得跟我们那个修行很高的无所得不一样。这个地方用的不是那个无所得啊、哦，然后观察非分而起毁谤，是名建立毁谤相。前面是建立相四个，毁谤相四个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关系。你这个只是在开东西，然后哪个四个？这四个怎么解释？哦，他并没有开，没有讲出来，在会在下面，所以到这个地方也是一文字把它读一遍就可以。
世尊为了开显上阶弟子的义理，白字咯，告诉大会这样说，有四种非实有的，非实有，那你把它记、哦、就执着、把它记为有的建立，哪四种呢？第一个，位于于非有相中，在没有相中的话，你要建立诸相，即本来是没有相的，无有相的，你却要建立其相，这是第一种。第二个，于非有见中，那你要再建立诸见啊。换句话讲，就即本来是无有见，这没有见的，你确立要建立其见，这第二种。第三个，于非有因中，你要建立诸因，换句话讲，即本无有因，却建立其因，这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它四个建立嘛，四个建立，是非有性中，然后建立诸性，即本无有性，却建立其性。那你这样看着哦，有四个，那都到在这个地方哦。你看，那我们用挂符把它挂起来，一个是相，有没有？第二个的话是见，第三个是因，第四个是性。啊，这都是有巧，这都非常巧妙的哦。在229页，好、哦，第一个相，第二个见，第三个的话是因，第四个性。好、哦，这四个你要把它弄，等一下会用过来，请看230页，230页。称之四种建立，四种建立的话是什么呢？先相，然后过来见，过来因，过来信，这四种。又毁谤的话，什么叫毁谤呢？为就是这些外道依邪见所立的法中，他们这个所立的法中的话，那观察的所立的那个相见因信的话，发现都没有都没有就是都无体可得。所以这个无所得是无体可得，就是他这个四个的话，他发现不到哦，他没有办法可以完全掌握。那、啊、什么叫做观黑字里面什么叫观察非分？观察你看在前页229页的话是讲的见毁谤相，毁谤相的话就是什么位于彼首立，就首立刚刚立那四个相见因信中首立这四个。那、啊、他的话无所得，他都没有办法可以发现实体叫无所得，他实体实现的他没有办法可以那个啊。然后什么叫观察非分呢？他又没有观察真空不空的智慧，换句话讲他智慧又不够，对这个抽象的他又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理解、哦、就是他不善观察，不能了真空不空的道理，因而他就说因为一无看到啊，前面的是有的他没有看到啊，然后他又不能理解，所以的话他就说哎，他就起毁谤，他说一切都没有就是毁谤，就是断、哦、以上称之建立跟毁谤两种恶见、哦、楞伽通义这样讲哦，毁谤下是谤相者，位于彼建立以有关之而不得、哦、你对前面 建立的有相就是有啊，相见因性这四个他把它都建立相应该是有，但是他关键关没有，关他关没有，关这关没有，就是则无所有。然后这就是观察非分，就是他不是他智慧所能达到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会起毁谤。换句话讲，人叫你看啊，你又看不到啊，你看不到你就说、啊、都没有，你就是一口就把它就认为是没有的。好，那没有关系，这都开场白。下面这段的话，就是这一节的重点，就在这一段。那个四个的话，这个地方用语又跟前面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今天就是要介绍这四个人，跟下面一个是五个东西啊，五个东西，这五个东西就开始，我们开始要演这五个东西，已经唱哈、哦，来一个一个来哦。那第一个，这也就刚前面的一二三四，我们先标一二三四好了，这一标一下哦。第一个护持大会那个地方写一个一，哦，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一就是非有相建立相，有没有？第三行的作为八。大会挥有见建立相，这是第二，一是要复次大会，第二个大会，他、啊、这个地方弄得蛮清楚的啊、哦。第三个在哪个地方？在下一二三四第五行，大会挥有因建立因，那是三，那最尾巴的地方是又一个大会，要下面再下两行二四六都是用大会开头。第四，大会挥有信建立相者，有没有四个？现在要一个一个来，哦，一个一个来讲，这个要把它弄，因为这历史上在讲这段的这些的时候，分两大派，
啊，两大派啊，两大派，一般人如果你没有读懂的话，这两大派都通，都通啊。一般的话，如果没有你没有把真正掌握这个主旨的话，你就是看的也没大概你一直看文字，照这个文字这样消。严格讲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因为我跟各位讲，这里面的话大体上是后来再读的话，我觉得中通会讲的比较贴切一点。有两派，我那个申论地方是另外一个派啊，这两派都可以通啊。一般除了这个之外啊，你看一般的经书这样解啊，它只就文字解。那文字解对于里头这为什么要这样讲，你并没有清，你就是你三个意这样对起来，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喽。第一个，你看，非有相建立，对不对？建立相，这个是完全跟前面一样，就前面简单的话是非有相建立，有没有？现在加了一个字哦。现在的话，这四样通通尾巴都要加相，你有看到吗？四个通通都加相，因为我们凡夫俗子的话，我们最怕，我们的话就喜欢有，有相就是有，所以加了相都告诉你，相就是建立，让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放心的就建立这四个啊，四个的话等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讲啊。来，第一个，四个跟文字上有的时候是各不太一样，前后用语不太一样，就三义也用的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你看前头的话它怎么写，你看229的话，它229的黑字的第二行，非有相建立，有没有？是这样哦。啊，这个地方的话是非有相建立相， OK。第一个你还看不出来，哦啊，你的没有关系啊。这样的话，啊，一个一个先，我先读我们的注释的白字地方，一个一个这样配啊，然后再补充，因为这四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它等于是也那个哈，哦，来这个像你看一个大会啊，哦，从这样哦，大会看底下的白字，大在者大会啊。什么是非有相建立相？跟上面一样嘛，哈，哦，它为因介入，是不是？为五因、十八界、十二路等唯心所现，这是唯心所现。这些的话都是从心里面引现出来的，真心自心里面引现出来的。非有自共相，那本来是没有个别的自相，自没有，然后也没有聚为一体的共相，就解释到这个地方咯。而为寂浊。先这样子，但是你不一定了解啊，你就是，但是你呢，为什么寂浊？你就是妄生寂浊，然后此如是，此不易，有没有？如是也就是不易，你认为的话，这个法啊，此法绝对是有如是的自相，也有此法，也有毕竟有不可变异的共相，有没有？此如是，此不易，有如是的自相，也有不变异的共相，啊，那这样的话就称之非有相建立现立相。然后他告诉你，此非有相建立相的妄想，这种的非有相建立相的话的妄想，它是从哪边产生的呢？非有相建立相是我们无始虚位过种种习气寂浊生，就是我们的那个习气无始以来所带来的啊，七所生的邪，是从无始虚位过恶种种的习气寂浊才产生的啊，这是很根深蒂固的才产生的哦。这是第一个的话，换句话讲，它是执着五阴和的身为一体啊，这样的话它是不可变异的，这就变异的这是第一个常嘛。换句话讲，即使死，就在讲人，你人的话死后投身他处的话还是人一样人啊，人为人，狗还是为狗，这是常见啊，整个里面。但是我们跟各位再看，从这个地方再从看文字哈，因为现在要把你贴切弄到，因为这在讲什么呢？上次我们破人无我，这个在破八识，这在破八识。第一个里面，他从八识里面，他这段里面我们要一个一个讲，他是在破八识。他你看哦，他的话他在讲什么？因介入各有自体，就在看你一边看那一只啊，他讲因介入。他有他个那个非有自共相啊，哦，非有这样那个各有自体叫做自相。那和成人的话，五蕴嘛，五蕴成人的话，那就叫共相。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讲，五蕴里面的前五识，
这个第一个那个就是非有相建立相，是在讲五事，是在讲五事。因为五事的话会色受相分而生计着啊，为此如是就自相是自此如是就讲自相之类是这样，那个此不异的话就是共相之类是这样。因为五事的话是妄想，于非有相中的话你去生相解啊，非自五事生产生，它五事里面严格讲它不是产生，不那个五不是五字生的哦，所以这些的话是由无始无始以来那个取虚位成尽，你那个事产生的话就是五根对五尽嘛啊，你这样产生这产生自相共相啊，产生这样，那你以为这些都是实有的，你把那个前五尽都当作是实有的，那你不知道这个是过错，所以你种种计着，你就变成积尘习气。但是含藏在八识田中的话，你促进即花，故作是相，所以你建立相。那说一切诸法的话，都是自心所现，在镜中的相的话，本来是没有实体的。那你现在把它知为其相的话，而生计着，这就叫非有相建立相。好，你先讲了解，就这第一个是五是前五事，前五事，因为前五事所产生的。那个因为跟着五尘境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啊，这再讲第一个，就是非有相建立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非有见建立相，第二个非有见建立相者，你看后前面的话，前面的哦，这个地方还没有，因为有的地方他会写非有见建立见相，又加一个见字。好，没有关系，我们就用它的非有见建立非有见建立相啊、哦，也是一样。若比如是因介入，就这样的话，这个因介入你就有自体有共体，但是你把它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我人众生受者常养似乎等建立，因为你把它分别，所以的话这就叫非有见建立相。那什么叫做非有见建立相呢？因为你这个因介入等原来是没有因介入，你的事中的话原来是没有我人众生受者等相，那你从中把它分别，这个是我啊，此是人，此是众生，此是受者，此是常养，此是似乎，所以的话魏译的就讲作者受者一一做如是的分别见。你看魏译魏译的话，他说一你都把它做分别见，那分别见六识里面的分别是哪一识？第六识。你前五识的话你都把它建立相，你都已经了解，那就是讲前五识，不就分别见就是那个非有相你把它建立相，是本来没有相啊，你把它建立相，就非有相建立相，非有见建立见，就是讲第六识分别是啊，你把它这样的话哦，这个乃属六识的用事，你把它分别，你分别有什么呢？分别有我人众生受者常养事物等等嘛，它的经文是很少的哦，你把它分别，你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属于六识的用事哦，希望分别一切诸法，但是实在是过实有事件，不知对着前进而生别，进去的时候你前不是前一每个都对成都有成绩嘛，那你进去的时候就没有啊，原来是没有字体的啊，所以这个叫做非有见建立见，就讲第六识你那个分别的话原来是没有的啊，你把它分别就是第六识，前面是五识，这是六识，这是讲第六识。过来第三个我们再看我们底下的那个东西啊，看底下的白纸，大会啊，非有见建立相者，未比外道在唯心所现，本来是没有所见的，本无所见的因介入中的话，你做实有，你把它分别有我人众生寿命常养事物等分别见的建立，这个叫做非有见的建立相，就是你有分别它。等四个配起来，你大概就知道他要破什么东西。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二个。那过来第三个的话是非有因，
非有因见立因，因为的话，这讲非有因见立因，为出世无因生。出世的话，就是第一世。因为我们大概在常常讲无始无始的无始无始来，我们哪个时候这就鸡蛋那个鸡先还是蛋先的问题，就无始以来出世第一世是哪个时候生？严格讲是无始来的东西，所以我出世的话是无因，因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找到第一个因的，是没有办法找到第一因的。但后不时如幻，本不生，本来就是没有的无因的。你他这个举例子举什么呢？举就是讲色的东西哈、哦。你看眼的话就根嘛，眼根，那根色尘，色的话就色尘，那个明的话就是光线，界的话就空间，然后加上你一念，你才能够看到相啊。这五个东西，四个东西，五个东西，一个是眼根，你要看到东西要眼根，要有色尘，啊，然后的话要有明亮的就要光线。界的话，什么叫界？就是要空一定的距离。你让眼睛贴着眼睛，你看不到啊，啊！然后最重要，你要上次讲的因缘里面，你要有心念要去看，就要不然的话，你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有一念，这样的话，你才那个。但是给你升到相的时候，前生生已，那但这个相最后还是还灭的。所以这个就是非有因见立因，非有因见立因。那看先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大概的话，都是所有东西，大概都是从无始为一切世间的那个声音。无始的话就是显因，所以的第三个，我们看白字二三一，大会呀、啊，非有因见立相者，为出世本来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它的声音的。后世虽生的话，不始如幻，一切法本来是不曾有声，唯心妄现。但有眼根、色尘、光明。空界就在距离四缘投合啊，然后加上你的念的那个，然后才会升起相，因为你有念才会升起相，要不然你看不到。虽然生已的话就是为实，但是到一定的话又会坏掉，所以这就称之非有因见立因，非有因见立因啊。整个里面，一下的话你没有完全了解也没有关系，因为等下四个配对起来你就知道，这是在讲什么，讲第七世。讲第七世，因为是他推出世从何开始呢？因为毕竟是无始，就第一个从哪个开天，第一个一定是从无始，没有办法知道从哪个开始。所以出世的话是无因生，第一个出世一定无因生哦，本不生也。那后世生的时候就如幻不实，因物有实的话，盖因缘外物而生。所以的话，他举有实的话，就是举那个配对嘛，就演示的话，像演示的话。眼识的产生，因为有眼根、有色、有光线、有空间，还有你自己有心念，你才可以看得到眼识，所以这个叫识生。那这个就假缘，所以即假缘生嘛。那缘尽的话就灭哦，然后前生生已，然后还会坏啊、哦。所以外缘作者即生因也哈、哦。所以知道它是无因的，有别于异因，也跟正因是不相同的。啊，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六是因为七是，七是因为八是，八是因为如来藏，一个配一个。上次谈到第一个是，无有相见立相，无有见，那是前五是，啊，无有见见立见是第六是，这分别嘛。啊，这个的话是一个，六是的话是抓着七是，啊，七是抓着八是，八是的话抓着如来藏，一个一个这样抓进去的，一个一个这样抓进去的。啊，他这个他告诉你，这个等一下要破东西哦。这第三个哦，这第三个哦，就无有见立，这可能一下子不会那么大，但整个弄起来，他要在讲什么，你大概就那个、哦。然后过来第四个的话，看黑字一下，第四哈、哦、是大会啊，非有性见立相者，就非有性那个见立性相哦。如果他都可以加一个字。一个，因为第一个字非有相见立相，没有加字嘛，哈，就这样。然后非有见见立见相，非有因见立因相啊，非有性见立性相，你可以这样加哈。为虚空灭，波涅槃这三个叫三个无为法，因为涅槃还没有讲，没有关系。那涅槃的时候会出现这三个叫三无为法。虚空第一个是虚空无为，第二个是灭的话叫做则灭无为，则灭，谴责的则，则灭无为。
第三个是波涅盘的话，叫做非则灭无为啊。到因为在讲涅盘的时候会三个再写，现在的话就不写哈。第一个是虚，这三个叫做三无为法，这个在讲涅盘的时候是重要的哈。虚空就是虚空无为，哦，灭的话就是则灭，选择的则，灭的话就那个灭生灭的灭，灭则灭无为。那个波涅盘的话就是非则灭无为，然后他们都是不是造作的，不是造作的。但是你因为你记着性的建立，所以这的话，他才离此性免离此的话性非性。那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因为兔马等脚是什么？是无。好，一切法的话就好像是无没有的啊，实无的。如垂法现，什么叫垂法现？垂法现是实有的，非无。这个是前面的话是那个，这个是实无啊，这个是非无。垂法现为什么？那个眼睛生病的人，他会看到东西啊。如果眼睛健康的人是看不到的，哦，看不到的。来，我们就看第四个的翻译，第四个白字好了。第四个，231是大慧啊，非有性建立相者，为虚空灭跟波涅盘的这三个就是无就三个无为。哦，三无为的话，它不是会有造作性，一切法就好像兔马等脚的本无，是本来是没有的。兔怎么有脚呢？哦，那个马怎么有脚呢？是本无的。那表面上就好像，但是呢，它的表面却如一眼，就一眼就眼睛生病的人会看到垂法现，会看到五明家一样。所以实离于有跟非有。但这些的话都是唯心所现，都是唯心所现啊，哦，所以的话，这个是相讲那个东西，建立即毁谤是外道愚污而妄想分别，不善观察一切法，只是自心所现的量，忘记有，然后有无，然后执常执断，这个不是圣贤所建立的，我们称它，所以称它非有性建立相，因此。离于建立与毁谤的所恶见的话，你们应当修学啊。这个是讲第八世，讲第八世。那你等一下配起来，你会慢慢就那个，因为你以后在读这段的时候，你要配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讲这些相，不外乎是事，就是五六七八，就是这些事的作用而已。那你要把事破掉。要把事破掉，所以你看下面，来看看那个下面啊，前阶眼色明界念前身身已未意的话，因有因而有因眼色明念故事生，所以这样子，因为这几个因素，所以才事才会生，就跑出一个事喽，有没有？故事生，人家欢迎的话，这个就在破事啊，哦，所以事会生啊，哦。唐义的话后。眼色明念等为因，楞伽通义这样讲，眼等四缘之前有一念因生，有一念因生啊。又四明非有性建立相，一句的摆放的话，在流诵义或位义的话，文末都有建立及毁谤，于乎妄想不应另起一段。如果按照唐义的话，文末因为建立及毁谤皆是白云，可以另起一段，这个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现在的话就是跑出四个东西。跑出四个东西，就相、见、因、性啊！我现在是给你配对，就是相的话是配前五世哦，那个见的话是第六世，因的话七世，然后那个是性是八世。那，啊，我们现在再从申论，然后再写给你写东西。那这样的话再给推，你大概就知道是哪些东西。这个是不太一样，没有哈。本节以相见因性事者剖析有无断肠的不对，一切诸法包括根生跟器界，根生跟器界都是八识所现的相分，都是说八识所引现的，八识所引现的，即一切相的话都是从自心所现起的，外道不了解这样，他以为是外那一些的都是从自心所引现的，却于心外见一切相。哦，见一切相，记着种种心外的相，现在不是建立四种相了吗？哦，妄起言说，是为非有相建立相，
这个它是从所有的巴士的建立都是有相将，所以是非有相建立相。那然后接着这个是另外一派的哈、哦，相分现己之后，第八识的能见分，便见有此等诸相，前七识更记着，记着见分所见，执着实法，外道不了解此，以为真有所见，所以的话视为非有见见。非有见见立见，有没有？所以我告诉各位，可以，你也可以加一个见字，没加也没有关系啊。他这个地方是用七识去配啊，我告诉各位是可以用六识配啊。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反正这四句都是要配合八识，都是要套八识啊。这历史上的解释分作两派，我刚刚给各位的话，先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啊，这个是另外一派的。他一开始讲的话就见立识，然后的话，第二个他是那个相的话，全部相建立起来，他是全八识全都建立起来。然后的话，他告诉你是前七识那个只是见，前七见。然后八识中的无根本无明，你看到了吗？第二识第二八识中的根本无明为衍生万物之因，然此无明的话，无有自体，这无明没有自体，唯是自心妄想所现。其性了不可得，外道不了此，以为万物的声音在于心外，故于心外记着执执着执的话，这执种种法，以为生物的因，这视为非有因建立因，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哈。然后最后一个，一切法都是因缘如幻而生的，无有自信，外道不了此，于无自信中忘记一切法皆有实性，视为非有性建立性，这是另外一派的讲，跟我刚刚讲的不太一样哦。这整个里面也就是配合八是这样来。下一段，相见因性都没有自体，亦非有生，所以视为非有，那个邪小不达唯心所现之理，于非有中恒记为有，本经称之为建立。这四种建立之相，便是有见，也称常见。无见外道于相见因性所建立的法，求不可得，求不可得。那个，然后不见实，不见实相。你看二九的最底下一行，黑字最底下一行，就是诽谤，问于彼所立无所得，有没有？因为无所得，你一般会觉得说修那个最后修就是修到无所得的境界。这个地方不是这样讲，他这部的经的翻译不是这样讲。这部经的翻译是说，因为你把相见因性都已经建立了，建立的法就应该这样的话，但是你求不可得，你这样的话，你求不到啊，但是你不能够见到他的见到他的相啊，然后你自己的智。下面的话，观察非分，你自己的智慧的话，又没有办法可以自己去那个了悟啊。这样的话，你就会去谤诸法，你就会回谤一切说是没有的，因为这两个因素，你会说它没有。哦，总之的话，外道凡小于无中立有，然后有中即无，无中这个都是没有，都本来都是没有，都是隐现的东西，它把它建立起来有啊。但有中的话，它给它即无，不了唯心所现。如此修行者，当有无，有无就要把有无要顿断，顿忘掉啊，断常也要把它遣掉，自然就能够如、啊，然后就是充沛正智。那这样的话，没有关，我们要跟各位要稍微到后面的这个地方要稍微给一个东西啊，因为这是楞伽的东西，楞伽的东西这个地方啊本来是没有的，你把它讲的这个就争议。自心所引现之东来东西，都还那、啊、你给他立相分嘛？你给他立相，啊，你给他相的话，你就是给他说有相就是有啊。这样的话就是你给他增，本来是没有，你给他增加。那你看说无的话，说无就毁谤，增一相。那本来已经有这个相，但你自己没有办法可以看到，或者你智慧不及的，你给他讲没有，那这样的话就是减损他，就减损他。后面的话，你如果说亦有亦无的话，这就自己你自己说的话是前后是的那个矛盾的地方。那你如果说啊，你这四句抄起来，待你再读别的经的时候，大概这样四句就可以会用到哈。所以这第一部分，相是实有的，见
因信，这个信的话，它也不究竟不是真如上面的哦，它是那个你看那它的那涅槃那个都还不到那个，这四个的话，它这四个，所以它告诉你这四个，今天要破这四个，等一下还下一节的一起破，相见因信，它就没有办法跑出五六七八四，所以我们常常讲不能事事，它不能用自知。就是你用四字去认识，用四的话也不行，所以的话还没有办法达到信要求的信。虽然他跟你讲，他这个信不是我们那个，他不是如来藏里面的最高的信，这个已经接近了八识里面，就是混八识里面这个混合体的，他已经到了这下面这个信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但是还没有到上去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如果你自己读，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了解。所以这样的话，因为你那个二圣，刚刚讲那个三个那个无为，你二圣的话，你偏空嘛，那外道的话是断灭嘛，不管偏空断灭都没有办法啊。这个的话，他大概就是在破这些东西。所以的话，他给你讲，因为你八识的流通里面你看不到啊，所以的话他让你用相去这样看啊，这个是用分别啊，这个因是一个连一个，七识的时候，因为我们八识还没有讲，八识大概就讲一次而已，八识第讲两次的，一次告诉你八识大概讲名称，第二次是把四讲有八个啊，名称都出来的啊，然后的话他还没有讲那个，只大概告诉你们这个是第六识是分别识，这个已经讲了啊，前面的话第五世前面是很具体的，这个分别是这个因还没有讲，严格讲还没有讲，因是连两条条哎，啊七年八是这样，它是前后七的话是两边连的啊，这个还没有经文还没有出现，啊这信的话在上头，这个是就是接近已经上去的啊，你要慢慢这段你才有办法读进去，要不然的话这段的我只有讲文字哈，你大概没有办法那些东西。啊，不管的话，另外这个一派的讲法也是一样，这就是在破什么呢？我们上次在严格讲，在我等一下的结论第二个哈，我们上次不是在破二人我人无我法无我吗？人无我跟法无我吗？啊，这个在破八识，是要弄掉，然后才能够进去，啊，一个一个唯心啊，所以来醒心安呢，啊，先一段没有关系啊，还有下一段，那个文不是很好读。啊，文字上也不太读通，不太容易读通，啊，不太容易读通。我本来想用更简单的，好，那这个就先到地方，你就四个，这都是外道的所见哦。今天讲这四个都是外道所见，啊，无有相见立相，啊，无有见立见相，啊，那你这样的话就会变，无有因见立因相。啊，无有信建立信相，啊，他你看他尾巴都加一个相字，啊，相字就不是你所要的，信还是你要的东西啊。他也出现哦，他出现的无有信建立信有没有？那个他有出现一个信，但是那个信他举的是虚空灭跟多涅槃，这是无非作嘛，就是无所作作的，严格讲是好的啊，是好的啊，整个里面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接近那个地方。但是他跟你讲一切法都是要离，还离本都还不是本心啊，本性在，啊，这个地方好，啊，OK， 这是这段的东西。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请你翻226页，刚刚已经翻到了哈，226页啊，只告诉你那个句子里面最重要就是，你勾起来，心中无断肠，心中无断肠，这是知就是根生的话就根生，知的话就是知财。好，哦，然后身的话，身住就是你的器界，处的话唯心，这一切的话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心中无断肠啊，这中第二段第二行的这五个字都是唯心所见的，唯心所现的，包括我们根身，我们的器界是身住的器界，知的话就知财，这段话都是唯心所见的啊。然后他讲于无智的人无物而见有，有没有？他这个就比较你这样看就比较清楚，要不然的话这三个翻译的话都好像在文字哈，跟不是我们弄的文字这样。你看心中没有断肠啊这些的话都是唯心所现的啊，你不聪明的人，你把那个不是心中所现
的影像，你这是无误的啊，但是你见有。OK， 那四个的话就是你见有啊，见一相啊，那一个一个这样就起来了。所以每个你不要有的时候看这个翻译，没有你三个翻译，有的时候看一看，你要选起它哪一个翻译，你比较读得懂啊。这样的话，这个句子就在这个地方讲了半天，这个句子就比较清楚。你看，心中无断常啊，这个没有心中本来就那个实相离体里面，离体里面就是本心里面哪里有断常呢？啊，这些本心。本心所引现出来的根生啊，器界是生住处，这器界知的话就知才用，这我们的用器这些有肉就应该这样倒过来啊，这都是唯心所引现出来的，这严格到这个地方啊。下面讲无智的人才会无物而见有。OK， 好，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看那个十三难陀，十三难陀义哈，十三难227的话，第二行。第二行的第，你看，破建立常，毁谤断，有没有？他的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他这个不，他这跟你讲，今天讲的这些都是不对的。他要破建立的常见跟毁谤的断见。OK， 好、哦、啊，这样的话，你看下面的那个句子，你看他有没有生之财，然后锁住啊、哦？下面句子哦，一二三，第四行，根生之财。跟守住的这器界的话，皆唯心影像，所以它东西有的跑一点，有跑那一点的是不好用，没有办法像我们中文写的很顺畅这样啊。你再跑出来一点，那都是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刚刚那个句子前段的那个句子，你看那个第二生之财住唯心，他就讲一个唯心啊，然后他也没有想唯皆唯心，他没有讲影像有没有啊？你这样读过去的话，这个都是自心的影现啊。下面你看，它下面怀疑不能了，就怀疑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你起建立跟毁谤啊。你所起但是心，这个都是自本心里面的，你离心都不可得。你这读一读啊，然后啊，下一个那个啊，下一个的话，请看哦，这你看那个十三难陀的义的第一。句子的下面哈、哦、的下的它哪四个啊？有四种无有无有有建立无有无有有建立，你看这是无本来是没有，但是你把它建立为有的意思。哪四个？你看它翻译不太一样。你看哦，这个无有相建立相，第一个是一样的，有没有看到？第二个的话，它是无有见建立见，它相字没有，应该可以加一个相字，因为都要相嘛啊、哦。第三个。无有因建立因，然后第四个无有性建立性，性怎么会看得到呢？啊，你这三个这样配对，我刚刚给你这样勾，你三个哎，那你再读，再回去读的话，哎，那这样你就可以又可以破掉一些东西。那不然你单看一个哈、哦，严格讲是很难讲的。一个的话，它那个一个就有切有那个东西，那是不管哪一个意都一样，因为它用字都不太一样。你看这无有相建立相，大家都一样。无有我那个无那个下面那个就不开始就不一样了。OK， 啊，这个地方你就先这样，这样了解，啊，这样了解。再下一个再回来，你大概就会比较清楚啊。你所以你不能说有，你也不能说无啊，也不能说亦有亦无，也不能说是绝世界那个什么那个四句百非就是这个啊。你把这四句拔那，你也不能说为什么细论就是非有非无啊？哦，你这样的话，你要有无的同步忘掉啊，百非的话，绝世句绝百非就是，啊，平世句绝百非就在这个地方自然显现啊，没有跑出那个事情普度的求度那些都没有跑出这个东西，还没有到达那个性的那个位置。好，那看下一个啊，下一个的话，上个我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二三五的话，二三五要接哪个地方？接二三零，请你看二三零的经文的倒数第三行，不善观察自心相呢，有没有？那现在的话，一开始你看这样，护世大会菩萨善知，就是善观察。那自心限量的话，他下面讲几个呢？心意意识，就是他善观察。那善观察的话，这因为唯心所见哦，这个地方要这样接过去。前面的话不善啊，这个就要善。那、啊、善什么东西呢？两个串起来，你大概就清楚了。一直讲，今天一直讲，就是唯心所见，
你如果是水染，你已经跑到那边啦、啊，水、啊、没有关系的，水染先这样，五瓦三自信，那个八四五瓦三自信二五五啊，这样要配过回来。你如果是水，那维新手线，你如果水染的话，则为你如果这些手线它的根绝是合的，你就是什么呢？就分开了。这个是五瓦三自信嘛，它这整个已经把它破开来了。这边是三自信，这个是五瓦。你如果合的话，你自阴手线如果是跟这个合的话，绝大合，你就是后面的两个；你如果跟染的话，就前面三个。就等一下要那个哦。然后你如果是，所以你要就接着我们这个里面，所以菩萨摩诃萨要善知心意意识无法自信啊，然后二无我，就像上次是破这个二无我。这个两个无我，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善知啊，善知其相。你这样的这个善知其相，就可以接着我们下一段的东西。好、啊，你善知其相，你就会趋向真如啊，你就会得到究竟的涅槃。趋究竟，你就会到达究竟的涅槃。OK， 因为前面的话告诉你，前面那段那个就是他告诉你说，哎，不能善知，在这个地方。不能善观察自心限量啊，这个地方你这个就是自心所限嘛，自心所限，你如果是水染，你就是这那个无法里面的怎么去碰啊，跟三自性怎么去分啊，你如果是合觉的话，你的那个无法三自性怎么去分啊，如果你把前面染缘拿掉的话，你就是人无我，后面的法缘拿掉就是法无我啊，你这样的话就善知其相了，那你就会趋向真如咯。那你看这两二五我就开始二五我相，你就已经了解了哈。你这样的善知这种相，今天有八四的相都跑出来了，你善知其相，你就会趋向真如，啊，乃得究竟的涅槃啊。这个已经到达那个地方来。然后在下面经文的第二段，经文的地方，所以经文的地方为安众生故啊。你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一定的正果了，你要安众生，就是你要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为安众生故，做种种相类的类相的话，所以你应该用什么得度，你就要现什么去度人家。啊，这个经文就很简单。所以的话，如妄想自心处意义缘起的话，你就要你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要用慈悲愿力啦为缘啊，你要不舍众生啊，你这样意义缘起，你就不要舍，所以你就不能离开众生，你就在以众生为你修行的对象啊。啊，你就好像会像那众色的摩尼宝珠一样，这摩尼宝珠有特性哦。第一个，你要摩尼宝珠是遇什么，它会随着那个变现，摩尼宝珠就是会随着变现，所以你要普现到一切诸佛的刹土去啊。你也要第二要点是，你要到如来的一切有如来讲经那集会的地方，你通通都会出现。这第二个，第三个是你要在细雨集中听受精华。所以你的十方刹土就哪你都通通都可以游遍啊，然后诸佛的那个有诸佛处显现掉，你不会是缺失掉一个机会啊，然后你都是去听经讲法啊，这样的话整个里面它后面那家啊，所以我们读一下白纸来，这整个里面就在讲唯心所现的东西。佛具体说，在者大会啊，菩萨摩诃萨善于了知，善于了知心、了知心意意识等八识啊。这八识的话，就是怎么跟无法三自性怎么配合起来啊？你水染的话就怎样啊？你如果合觉的话，你会怎样啊？然后第二种无我相，无我相的话，你要舍千缘，然后后面的法缘啊，你就能够趋向就近的佛果菩提。佛果菩提基本就是黑板这些哦啊，你过来的要怎么做？你得到，你不一定佛果菩提，你只要得到道之后，得道的时候，你不一定到说一定要到最高佛果菩提，你已经进入正道，进入圣流的，你已经入地菩萨了，你就要为此众生得到安稳，你要化作种种的品类形象，要斗机应教啊，该什么的地方该什么去，你通通都要去，你不能只有选择好的啊，有你不能选择好的地方施教，不好的地方不施教，你不能选择只有好的学生，坏的学生你都不，那不行啊，各类的都像微末一样，你要斗机应教啊，那个然后正如妄想自信处意义缘起，所以缘起就是你要慈悲愿力啊，
你要慈悲，要有愿力啊，哪个地方要度化就要去啊，哪里你不你要不舍众生，所以你有你才有种种的那个化种种到种种地方去，你就种种讲种种就跟你讲，就像摩尼宝珠一样啊，不有这一个宝珠位，宝珠位你看它的普现，你有一切诸恶刹土它就普现，普现的是吧，就普遍出现啊，诸恶刹土的普现就普遍出现啊，好，那如果在一切大众集会它也是普现，也要大众机会的话，他没有缺失掉，不会缺失掉任何一个机会啊，所以的话他都在其中听受精华啊，在精华是什么呢，所有一切法都是如幻没有关系，要把法看作一切法的话都如幻梦光影亦如水中月啊，你这样的话你不要只有，也换句话讲也不要只有也不要只无，因为是从只有只无这样过来的，你不要只有也不要只无啊，所以你能一切法都远离凡夫，凡夫凡夫就是生灭嘛，我们最怕生灭啊，如果是外道的话就是断常，前面讲的有无的断常，那声闻的话缘觉最怕的就是偏空哦，啊，这三个都要远离掉啊，远离掉的话，因为这样的话你下一段也就白字哦，下一段的话因为你这样的话你闻法你已经有三个普现，哪一个是十方佛土你都通通都去啊，然后法会的话你不会都也都踊跃参加啊，然后的话也就踊跃参加听说精华，那你就会得到百千三昧，三昧你就会修，你就会修成很多啊，甚至百千三昧都、就是三昧都也都到达一定的那个的境界的，就那个三昧，甚至多得不得了的三昧，得到诸三三昧之后，你还是一样要游遍一片诸佛的刹土啊，你还要接着还要供养诸佛嘞，这样的话你现身于诸天宫殿，要宣扬三宝或示现佛身。哦，或诸声闻声，或者菩萨眷属大众恭敬围绕，但是你要怎么样呢？但以自心限量三界唯心的法门，你要讲这法门只有这样，你的法门只有法门是自心限量三界唯心的如幻法门，而不是那个法门就是你要那个这个法门哦，然后度脱众生啊，翻过来二三六，你要分别演说一切外法之性，就是外法的本体本性，就是外性无性。然后一切的法都是没有自性的，然后都是依心而生的，依心而生的啊，心外是没有法的，你要远离这些有无断常等等的执见啊，所以的话他下面就做了一个偈子咯，哦，你看他偈子里面讲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理所作行啊，得神通力自在，就先讲你的心量显，你的心一切外在根深器界所有的资材，这都是从我们自心上所显现出来的，佛子就是应该这样观察，这样修行啊，唯心唯心，那就是唯心之境啊，那世间种种的你到达一定的果地的时候，你要世间种种的那个自身，然后要你要离能所，也就是有无断常的，这样的话这个要离开，然后你会得到很多的三昧力种种的神通啊，一切的话都能够自然成就哦，自然成就，所以我们上节是在破人无我，那么法无我大，没有比较没有那个东西。这节是在破八识，这节在破八识哦，破八识啊，八识的话，刚整个里面啊，所以我们就讲唯心的，在一个申论唯心直境哦，唯心直境。本节十三难陀法师译的偈颂这样讲哦，佛子能观见世间唯是心哦，世间就第二句是重点，就唯心。是，就是一切都是唯心，就通通所有一切看到都是我们的心啊。外相的话，那些都是邪，都是不对的啊。视线种种生所作无障碍，神通力自在，一切皆成就，都能够成就，都是你可以从一切唯心上知道。为佛子善于观察世间诸法，唯是自心限量所成，都自心所成的。由人法无我。得如幻三昧，为度化众生，然后现种种身形，乃至由诸佛土供养如来，所作无有障碍，种种神力人运自在，自利利他，圆满菩提。就换句话讲，就菩提性唯心观行，成就不思议的妙用。本经重在修唯识观行，心包万法，万法唯识唯心。要洞观宇宙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在内心，都在身心。外在的世界无非是唯心所现的，佛非心外而有，一切外境的话都是由心造的，一切大圣修正法门无不由唯心观下手，亦得如来随入心者，当唯心直境
啊，你就是从一个心上面这样啊，这样进去的哈、啊。来，我们再一个，这黑板比较多，他都跟你讲唯心哦，因为心外无法，就唯心所现，所以你要上观自心的限量，自心限量里面，自心限量你可以知道这些的话，表面上都是有的，但是它不是实有啊，所以你不能执为常。啊，虽然这些根尘器界你现在都有，但是有的话它有会还灭，所以它也不是实无，它现在有啊，它也不是实无，所以你不要执以为断，哦，执以为断。那这样的话告诉你，今天那破从破事里面呢，你要这样去看啊，看这张的话才那个哈、哦。那我们给各位举例子哈、哦。所以上节我们讲的破人无我法无我啊，这一节的话八事，那八事的话我讲的有一点快哦，就是你那个相，你那个见，你那个因，你那个性，四个都是相的东西，相的东西啊，你要一个一个去跟你的八事怎么那个哈、哦。那前五事你可以了解，第六那个第二个的话见比较那样，见就分别，你就是因为分别人我那些，你就可以扣得起来啊、哦。所以你这样一个一个去看。哦，看这样整个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跟他赵州重，你看给你讲两个故事哦。一个像赵州重审，赵州重审有人跟他请教的时候，他人家问他说：“狗子有没有活性啊？”哎，他刚开始讲有活性，啊，他有活性的话，他怎么又弄那荡那个皮那个又跑到他，因为有活性，怎么跑到那个什么袋子里面，就是那个是就是狗的形体里面去？啊，一从一直一活性从而就落难变做狗呢？他说啊，就为他，知而故患，因为他知故而故患。啊，那各门个讲啊，那个狗子有没有活性啊？这边的正面讲有啊，这边讲没有。啊，他为什么没有？我他众生都有活性，狗子为什么没有活性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啊，因为他有业障。因为唯一有业事在，有业事在，所以的话，一个人要有跟无啊，你怎么去看那些东西哈、哦？这是里面啊，所以一直讲的，你看这个里面就唯心直净，就是修你这个心，修活就修心，讲一下修活啊。今天是破事哦，啊，破事归到心里面去。啊，今天破八事，八事的话，八事我的那个申论跟我今天讲的申论讲的那个是两大派里面不太一样。我今天是利用中通的那个来讲啊，这个里面是我当时不知道哪一个，我要回去再查一下啊。在整个里面啊，你要换句话讲，你有无你不能落在有无里面啊。然后的话，这个心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心你看不管华严。不管为魔的话，就跟你讲都有三心啊，所以告诉你要为魔的三心是执心、身心，或者是大圣心也可以，或者菩提心也可以。有的时候他讲大圣心，有的时候讲菩提心啊、那用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你这里面的话，心里面怎么去洗这个心，是一个自心现流里面洗心是楞伽经的重点。起心是重点，因为现在只有讲一章，八事他只有跑过两次而已，他并还没有跑完，八事东西还没有跑完。那、啊、你这一章的话，要给他看作，他是破事心，破事，所以不能用事，不能用这些那个自知啊，一定要用那个般若智来那个东西哈、哦。所以我们跟三心里面的话，你看那个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勉励的哈、哦，就知心大概你会那个大圣心也用身心的话，一定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勉励的、哦，要身心。那什么叫做身心呢？我们常常会举例子讲那个无住菩萨，这个地方可能谈过。你看那无住菩萨，他就是修，跟这修的话，这个是一样的，唯心是定的，就讲唯心的。那无他就是弥勒菩萨嘛，那弥勒他就讲唯心的，弥勒菩萨是修，所以你要到一夜那多大天去，这个的话是要看一点的哈、哦。他讲那个东西啊，所以你看那个无住菩萨，他瑜伽师地论，他在做瑜伽师，他说他瑜伽师定不是他自己做的，他是入日光定，所以的话他跑到多帅天去，他跑到多帅，他每天都是跑到多帅天去听弥勒菩萨，他一有空就跑听弥勒菩萨讲什么，他就回来就赶快抄啊。他所以他在修行当中的话，他一直他的刚开始他都发大愿，希望能够看到弥勒菩萨
啊，就到深山里面去哦，到花大院就是希望看看弥勒菩萨。结果修了3年，弥勒菩萨一个影子也没有看到。他想到大概他的方法是不对的，所以他就下山喽。啊，在路边看到人哦，一个老婆婆在那边磨那个铁杵的话，就那问那老婆婆：“你在磨铁杵做什么？”她说：“要把它做成绣花针。”啊，伊想讲汉代铁杵的磨成绣花针，他人家的那个用心是这样哦，他的用心是不够的，所以偏要蒙一个骨头等于算深山来对，过去修行，啊，过3年安尼，啊，这边的话更加认真，更嘛更等3年。又再等3年，他想3年的话，弥勒菩萨一个踪影也没有，就过了那已经过两年。他在想着他的法门大概有问题，所以我跟各位讲，你修行一个2年多就光都没有见到，你要再检讨自己的法门对不对？你要检讨自己的法门对不对？啊，两年都要跟弥勒菩萨几干都拢想要见弥勒菩萨，要见未到弥勒菩萨啊，所以的话，他又6年啦、啊，就赶快又下山啦、啊，下山上次看到老婆婆，这次的话就躲雨。躲雨的话，而且草以前的话都是草的房子，啊，就朝那个然后那个火水，啊，那叮咚就躲雨嘛，啊，躲那个下那个嘛，就是斜下来的那个雨滴这样叮咚叮咚，结果这个叮咚会把石头都把穿透石头，因为常年累月就叮咚叮咚，那个石头都被它穿有孔了。他想的话，你看看。那个滴水都能够穿孔啊！我这个的话，我怎么比这个心呢？我这个心身心怎么够呢？就平安包过多等于一夜轻松拿来过一修啊！希望两年都没成果，这边的话他用心，过个修2年，不是修3年，这个该修6年，六年，结果弥勒菩萨也没有看到。啊，一旦人生有多少个？你看单十二年咯，啊，12年的时候，他这一次下来，他是有一点失望。啊，失望的话，他已经修了苦修12年，结果在路边看到一只母狗，奄奄一息的母狗。啊，这个是癫癫啊，那个三步行者，啊，就来对等一个是一个非常人家都已经都达到，大家都奄奄一息啊，那烂病什么那些东西，你看他生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哭了来。先把他的纱布吼，就扣修做的扣。啊，看伊生龙仓是变安怎？唔是要甲洗安怎？人伊安尼鼓落去，用他的嘴巴就去舔他的那舔他的那个仓啊，舔一口就呸一个啊，然舔两口呸两个，就呸到第三声的时候，弥勒菩萨就笑眯眯的在他旁边，因为没有分别心，身心也够了。也没有分别心，因为他这次的时候，他没有想这个他要得到什么，他都没有想得到，他只是继续在这个地方，认为是一个有以菩提心、有慈悲心的人的心怀啊。看到这样的话，众生是平等的啊。这样的话，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我用什么心来对待他？我就像对待我的父母，所以众生就好像。众生的话就要视众生为佛，视众生为父母啊！啊，这个时候他就不能讲那个是一个快要过去的那个狗也是众生，是跟我平等的，他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又无所求心。你像狗要回靠你回报你什么东西？无分别，无所求，无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个身心里的最高境界去了。这样的话，人家弥勒菩萨笑眯眯的在旁边，他我一天到晚都在你旁边的嘞。啊，你因为你的身心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我们今天破了人无我，你就我们的意思，希望大家进入入圣流啊。今天他这个经文里面，他没有写那么明。你在读的话，弄那经文，他严格讲，他就是要，既然破了人无我法无我，然后因为他有八识三自性二无我，好、哦，那叫无法三自性二无我，他一个一个这样破下去。啊，一个讲这个的，你自己就要去弄那个。你他写的分别，他又讲跑出另外一个义里面跑出事，这个就在谈事的东西。啊，就你唔当，不要用事的东西，而且他又怕你事，你要搞不懂，他给你加一个相，叫你不要着在相里面去。啊，如果相你先破相也没有关系，事还没有破，你先破相也没有关系。OK， 啊，看事相哦，啊那个个。相本来就要破，而且事的话能够把相连在一起，告诉你事也是不行的。OK， 就这样的话，你才会，要不然的话，这个文字哦，是它的文字本来就没有，你要再看过来看过去，看过来看过去啊，四个，你看，因也那个当然相是对不对的，啊见也是不对的，啊过来因
一切都是无因嘛，就无因为都是我们所有东西，你不要变鸡生蛋，蛋生鸡，都是无始，无始是正观，鸡生蛋蛋都是无因的，一切这众生的起源的话都是无因的，啊，最原始的，虽做不到的，那所以那是一切生起源的正观。OK， 啊，你说今天就时间到了哈，好 ，OK， 啊，回去的话再把那个用这样再把它套一下，看看申论跟那个东西，好，啊，看是的话。也尽量的，因为还有一节下一个空制事项就是涅槃的那个东西，那有点啊，然后开始就又是另外一个境界去了，又是另外一章，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